朋友们好啊，做点尖椒干豆腐，这干豆腐都好几天了，要坏了。这点辣椒也是最后的辣椒了，也要干巴了。那也要干巴了。这点肉啊，找出点肉，有点肉皮，还有这两根肉，这当干豆腐就使这一块得了。这点肉皮哪天留着挠豆角。把这干豆腐焯一焯啊，这干豆腐时间长了有味儿，姜末。肉，还有酱油，盖了锅。味精、盐、十三香，把这点辣椒放里，放一点老抽啊，淀粉，点蒜末放里。再倒了一点葱油啊，朋友们好，开饭了啊！今天晚，今天也不算太晚啊。今天我到孩子姥姥家去那什么来的，干点活才回来，来个尖椒干豆腐。这干豆腐有点味儿了，时间太长了。还有人都没做，没有，还没做还中，对，把嘴抄一下，这个底下更热乎，这刚才我太烫嘴了。一碗饭也不少啊。我这牙还有点倒嘞。那你不能吃萝卜。萝卜牙。你看能那跟昨天跟吃它有没有关系？应该没关系。它也酸呢。那个吃酸菜倒牙的很少，没听说，是吧？那也来了，大伯。你试试，能不能咬？明天还得去一趟，搁那有个摩托车没修好。明天早上拿着件再去一趟。买了件啊？明天没有，那谁没搁件啊？但沟通了的，我有那件，明天早上就修去。没有多少钱，二十多钱，工具也都有。你看哪儿？工具先买呀，还是搁他那儿呢？啥都有，戒尺。对。这离太远，爸整不过来。费劲。费劲。早给他整上好了，不方便的我操。啊，他就会骑的啊，我也不用整呢。那这个辣椒挺辣呀。又跳出来干啥呀？吃吧。吃呗，厚的我吃。
今年没养猪吃亏，往年，哎呀，往年养个小猪。去年妈家的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呢？没多卖。今年猪肉真便宜，它便宜那也不正常，太便宜也不正常了。干豆腐酱呢？嗯。干豆腐还5块钱呢。我吃饭呢，吃饺子呢。来个饺子，来个饺子，把你那个酱都拿来，硬没硬？不用。我给我打好用，辣椒可辣，我都没敢吃。嗯，我也挺辣。这明天又接孩子了，礼拜二出去点，礼拜五接回来。折腾折腾，还是整点吃的。来点吃饭。嗯。还想来口饭。那你来口呗。嗯。拜拜，朋友们啊，慢慢吃几天。